力声，过弯的瞬间抓地力。丰田旗下的豪华品牌第一款双门跑车11月强势登台，镜头前抢先曝光。5.0升 V8 引擎，最大450匹马力，0-100公里加速只要4.5秒。承袭德国纽柏林赛道24小时耐力赛事经验，8速的手自排变速系统，开起来更能体验变化快感。虽然是跑车，但是如果想要节能省碳的话，也有它的功能，只要把它调到所谓的 Eco 模式。但是呢，如果呢想要感受跑车的快感的话呢，只要把它转到所谓的 Sport 版本。好，现在呢，我只要把这个油门踩下去，引擎声就完全不一样。急速下对于车身动态也能完全掌控。既然是跑车，除了性能，外观当然也要够讲究。水蓝色彩，低宽性感的车身曲线，空心网状水箱护罩，加上19寸跑车式的铝圈，一台接单价310万起跳。上个礼拜公布接单价以后，就是客户的询问度就非常的高。那特别是我们在 RCF 的部分，在价格部分也是非常有魅力。Lexus RC 上市，直接杠上的就是 BMW 的 M4。3.0升六缸引擎，431匹最大马力，0-100公里加速4.1秒，一台483万起。BMW 的 M4 早一点4月份登台，三台同级去跑车比一比 ，Lexus RC、BMW 的 M4 再加上宾士 C63 AMG 版本，年底的跑车大战依旧打得火热。三星五魁电视台报道。